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我这一部影片主要是在讲说那个 Warzone 要怎么下载，因为很多人都在问。那我们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。那这样你看这个Warzone 呢，你只要在这边搜寻的地方先打 QOO， 然后就去下载这个，有没有 QOO 这个 app？ 那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专门就很多游戏啊，很多日本的一个游戏 app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打这个 Warzone 啊测试版，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出一个正式服务。然后这边呢就可以下载，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。那这就是一个最快速去下载到Warzone 这游戏的一个路径啊。那如果说呢你在 Google Play 商店找到的话，基本上是找得到，但重点是它没办法去做个更新，就没办法去玩它了。那这就是一个这游戏该怎么下载一个最快速的一个方法了。那希望大家就可以帮大家忙，因为很多人都在问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这样了，拜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该怎么玩。